今天可太激动了，今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去看了极光，这是我第一次看极光，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，这么美妙，看多漂亮。而且这么美丽的极光在芝加哥就可以看得到，简直太幸福了。手机的视频拍得稍微暗一点，但是照片拍得会亮一点。我们是晚上9:03到的，到的时候就是巅峰的时候，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，然后过了几分钟就会暗了一些，然后10:00又有一点点，然后11:15又有一个 peak。 这是我朋友在另一个地点拍的，漂亮吧。我们也没有忘记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跟极光合影。虽然我们镜头下的极光拍的不是最美的，但是却是最真实和自然的。